悄悄窗台，谁懂我的悲哀，我的眼泪你应该很明白，我爱的背叛了我的爱，心碎了挣不回来，有多痛我明白，我不清楚未来会多难挨，该怎么去面对这份爱，你该明白女人的爱不堪被出卖，我宁愿流泪也不会承认失败，你该清楚女人的爱无法被取代，你难道情愿让别人如此对待，你该清楚女人的爱无法被取代，你难道情愿让别人玩的一身汗呢，啊！交到新朋友了。嗯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新磊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来擦擦。哦，真好看。儿子啊，还没给阿姨钱呢，怎么就要人家东西啊？不用了。那怎么行呢？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出来做生意不容易，再说也赚不了几个钱，我怎么能占你的便宜呢？婉玲，这背景不错，我帮你和新磊拍张照片吧。啊，好啊。笑一笑，来笑笑。知琴，怎么是你？
渤海，你们认识啊？他是……啊，他是我的前妻方之琴，这是我老婆，叫郑伟玲，是我妈说的媒。那男孩子是？啊，是我儿子。你别误会，我是我们离婚半年之后才再婚的，他现在四岁了。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，我们本来就没有关系了。你要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，不管我的事。听说你跟我婆婆合不来，人与人的缘分是很难讲的，我跟我婆婆就特投缘。我跟渤海结婚这些年，我想啊，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吧。啊，之琴，那小女孩是你的？是我弟弟之后的。是之后的。之琴，你这几年过得不好吧？干嘛赚这种辛苦钱呢？有困难可以找我呀。之琴，咳得这么厉害，你有没有去看医生？你们两个久别重逢，是不是有千言万语要说的？需要我回避一下吗？我看你的处境不是很好，过得不如意是吧？这样吧，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帮助你。不过你可千万别找渤海，他容易心软，如果你们两个要是藕断丝连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伟玲啊，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啊，你说呢？好了，不是说要帮我们母子照张相吗？走了。新磊，哎，来了，来，走。志琴，记得找医生做个彻底检查。走了。来，新磊，打个爆屁。方女士，你是肺结核病第三期，要赶紧治疗。以我的临床经验，第三期的病况通常拖不过三个月。妈妈，我帮你拍一拍，好点了吗？妈妈，乖，妈妈没事。那这医药费，这痨病啊不是普通的病，是需要一笔庞大的医药费。小羊回来了，呦呦，姥姥抱抱。哎呦，小羊啊，你越来越沉了，姥姥抱不动了，下来自己玩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好乖。志琴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眼睛都哭肿了？妈，我遇到他了。谁呀？你是说季渤海呀？那种无情无义的男人，你还为他掉眼泪？他妈叫你离婚，他就离婚，离了婚也没为你争取点什么。
这种男人让我碰上，上去就给他两耳光。好了，你累了，快进屋歇着吧。放心啊，来来，快坐。小杨，来，到姥姥这儿来。妈，为什么同样是女人，命运会差这么多？我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甜蜜幸福的样子，冲着我像是在炫耀似的。他现在的老婆被捧在高高的天上，可是我却跌在地狱里，爬也爬不起来，我好不甘心。我就是死了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哼，要能死倒也痛快，省得拖累咱们一家人。方志浩，你喝你的酒，没让你说话。志晴啊，季伯海那个妈厉害得很，你伺候不了她的。她当初就反对你们两个交往，结了婚以后她更是苦苦相逼，处处刁难，最后又弄个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逼你们离婚。哎，谁知道离婚以后才发现怀了小羊，这都是命啊。是啊，我活该就是这个命。那是你的命，凭什么让我们全家跟着认你这个命啊？你要死了，你干嘛这么大声的嚷嚷啊？我要活，所以才这么大声。姐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把实话告诉季家吧，把这个小拖油瓶子还给季家养去。你给我住口！你养过他们母女俩一天吗？说这话气你姐。我告诉你啊，小杨我可是疼到心坎里去的，我不会把他还给季家的。妈，你也太偏心了，我媳妇儿就是让姐给气跑的，你就知道要你女儿，要你外孙女，就不要儿子儿媳妇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媳妇儿可撂下话了，我姐不走她就不回来。你这个兔崽子。妈，志浩，对不起。哼，你管不住你自己的老婆，你就会推卸责任。你妈别怪志浩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拖累了全家，是我的错。妈，你打我！你这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志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孩子，有我呢。妈，我走了，但愿我的离去可以带走所有的悲哀与不幸。回想我的前半生，错误的婚姻，贫病交迫的日子，带给您的只是沉重的负担。既有幸能成为您的女儿，但是您何其不幸有我这样一个女儿，请原谅女儿的不孝，我们来世有缘再做母女了。
在这里，你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没事，没事了，乖。睡吧，孩子。你乖。小杨，我可怜的孩子，对不起。以后妈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抱抱你亲亲你了。妈不在，你要听姥姥的话，要乖，要做一个坚强勇敢的孩子。妈在天上会日日夜夜守护着你。哎呀，你怎么让孩子哭成这个样子啊？知情，小杨，不哭不哭不哭，姥姥在这儿，姥姥在这儿，乖乖啊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？知情，你来照顾一下小杨。知情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怎么了，妈？妈，你爹的遗书。哎呀！哎呦！知情。姐。志浩，快点！知情。姐。知情。你在哪儿啊？姐。知情。志浩，志浩，你往这头，我往那头，快去，快去呀！知情。第三期的病况通常拖不过三个月，这痨病可不是普通的病了，是需要一笔庞大的医疗费用。我媳妇已经放下话了，我姐不走她就不回来。肺痨这病不治疗的话拖不过三个月，治疗了医药费会拖垮全家，让一家老小跟着我陪葬。我可能无路可走，只有一死才能让全家人解脱。
怎么卖啊？啊，哎，能不能便宜点啊？谁来便宜了？便宜了！你来，你来，我来。樱桃，樱桃，又新又甜的樱桃，12元一斤，果园现采的樱桃。哎，小曼，哎，12元一斤，果园现采的。给我来一斤，来一斤是吧？对对对。哎，卖樱桃，便宜又好嘛！哎，给我来2斤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嗯。哎，来卖苹果了，谢谢啊。樱桃，樱桃，又甜又大，来点樱桃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不要砸了！小丫头，懂不懂规矩？卖这么便宜，想抢生意啊？对不起啊，几位大哥，可这是我们樱桃园现采的樱桃，所以价格自然就便宜点了。小丫头，懂不懂规矩啊？想抢我们饭碗，不给我们留口饭吃啊？啊！不要砸了！砸！不要再砸了，好不好？干什么你？耍什么流氓？东西卖的便宜是我们自己的事，闹什么闹？李刚，没事吧你？以为我怕你们呢？谁呀？嗯，我在那儿呢，就这个。就是他。我的樱桃，还管樱桃，逃命要紧！站住！来来来，让我西瓜！小杨，快！站住！怎么样？这帮混蛋，下次再让我李刚碰上，那非得好好收拾他们不可。小杨，我这身手还算利落吧？是，是够利落的。可人家一拥而上，还不是得落荒而逃？别逞强了吧，迟早出事。还说我呢，学人家摆摊儿卖樱桃想挣钱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结果怎么样？还是老老实实送货的好。啊，我今天下午还有几趟货要送，这样吧。一会儿跟着我，一会儿送几趟货。触景伤情了，就说在南方，咱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劝你别来这伤心地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你，我要努力找回过去。我已经想起了所有的过去了，我也想起我离家那一天夜里的情景。我听到我妈喊我，为了我，我妈一定是哭得很伤心。我真的好怕，我怕我从此再也找不到我妈妈了。你是去记忆十几年，现在才慢慢的恢复过来，不要太着急。你放心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帮你寻找到你的亲人。子文，要是你知道我是狠心抛下女儿的母亲，当你知道我不负责任的行径时，只怕
你会看清我吗？要做的话还挺多啊！啊，明天一早我上你家开车去啊！看什么呀你？还不赶紧回去！小杨。啊，干什么？我。喂，姥姥。啊，我就在家门口呢，李刚带我回来的。嗯，好，我马上就进去啊。哎，什么事啊？你倒说呀，你别结结巴巴的好不好？小杨，我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而且经常一起出出入入的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们之间，我跟你，就小杨，姥姥，站在门口干什么呀？还不进去吃饭？哎，李刚也在啊，来来来，姥姥跟我们一块儿吃。啊，不了，我妈还等着我呢。那姥姥就不留你了。哎，李刚，你刚才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明天别迟到，要不然我妈又要骂你了。哎呦，知道了，大少爷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不然你回去晚了，我才会被挨骂呢。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姥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小心点啊。哎。来了，我们进屋。做什么好吃的啦？我都饿死了。都是你爱吃的。你不就求个婚吗？你至于这么难吗？急成这样，爸，来不及了啦！我先去机场接星磊，晚点我们在海洋餐厅碰面。今天的开幕酒会很重要，所以啊，你跟妈千万别迟到哦。安心出门吧，开车慢一点啊。啊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子文，子文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些衣服适不适合开幕酒会穿呢？哦，啊，我老婆人美，穿什么都漂亮。就爱哄我，你认真一点帮人家看嘛。今天是要跟永威男朋友的爸妈第一次见面，当然要打扮得隆重一点了。嗯，这衣服还行，只不过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啊，有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嗯，合适吗？这耳环真美，这下可漂亮了。真的好看。我的手机忘拿了。这孩子。爸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。你干什么？随便进我的房间拿东西，那是我妈留给我的。永威啊，这是爸拿的。帮你妈配配衣服，晚上还给你。爸，再怎么样也要尊重我一下啊！这对耳环对我有很深的意义，不要以为我叫你一声妈，你就可以取代我妈的位置。告诉你，在我心中，只有生我的人才是我妈。永威，你别这样，做人心胸要宽大一点。永威，还给你，对不起。知情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这样说嘛，你也是好意啊。
方小杨，我早说过上街卖樱桃根本就是个馊主意，这下倒好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钱没赚着，樱桃损失了一大批。哎呀妈，是那帮个体户找茬，不怪小杨，我不是说了吗，钱在我薪水里边扣，你就别再为难小杨了。从你薪水里扣，哼，小混蛋，装什么大方啊啊！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？小杨，啊，哎姥姥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让您提这么重的东西，你就是不听我的，老让我这么为你担心。胡说，姥姥身体硬朗得很，别操心了。姥姥，喝水了。啊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来，姥姥。哎，来，姥姥。好好好，坐下歇会儿。姥姥累不累啊？不累不累，喝点水。好好好，来。臭小子，对你娘怎么没那么孝顺？进去八经卖人。妈，你也喝一杯。来，妈。喝水，晚了，不想喝了。妈，你就喝一点嘛。不喝，不喝，不喝，不喝。哎，来喝一点啊！你看你那张脸子难看的呀。你就皱吧啊！你们爷俩都一个鼻孔出气，那胳膊肘啊，净往外拐。哎呦，我哪敢呐！你是咱们家老大呀，哎，谁都得听你的。你要是能像你那张嘴那么厉害，让我过上舒服日子。那我也把你当大爷供着呀！啊，是是是是，我这张嘴不行啊，行了吧？方小杨，赶快干活，快，动作快点！啊哦。今天海洋餐厅开张，第一次跟我们要货，哎呦！那老板娘可厉害了，啊，说什么迟到一分钟扣50块钱？哎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还不快点！知道了，姥姥，我送货去了啊。哎，小心一点啊。哎，哎，小杨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哎呀，陪什么陪啊？今天园子里那么多活，干活去。哎哎哎，妈妈，哎呀妈，哎呦，伙夫妈。小心点儿，别往坑里开，颠坏了我的樱桃你可赔不起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早知道啊，我就跟你一起去欧洲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这种任性的话好吗？走吧，我爸爸奶奶都在那等着呢。嗯。啊！你跟我说说，今天要合作什么曲子？好吧，走，走啊，走。Thank you.
不知道，因为你回来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呢。新开的餐厅很气派，现在好了，你学了个管理硕士回来，刚好可以学以致用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又在想黎贤？他都死了几年了，你还放不下他？进来，你看，太阳好美啊！嗯。黎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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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黎贤。英吉利海峡发生游轮翻覆意外，伤亡惨重，有三名中国籍旅客不幸遇难，伤亡名单目前驻外人员正在密切联系中。这个我们相识相恋的地方，一个你曾经活过的地方，我得重新开始我的人生，一个没有你的人生。可是为什么，黎贤，越接近这里，我原本以为已经能够平静的心，竟然又痛了起来。幸运星啊，幸运星，一定要保证我今天顺顺利利的，给我带来好运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马上就到。对不起啊。赶时间，我忙着送货，真的对不起。说句对不起就可以了吗？不会开车就不要开，如果撞坏了你赔得起吗？真的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人家都说抱歉了，走吧，少说两句，下次开车小心一点。黎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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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黎贤！星磊，星磊，星磊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呢？不急了，黎贤，我就知道你还活着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溜走了。黎贤，停车！黎贤，黎贤，停车呀！说什么呢？黎贤，快停车！
还好你没事。李贤，你没出事，你也别告诉我。这三年来你去哪里了？你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让开！喂，啊！天哪，我的一套全完了，怎么办呀？李贤，哎，你这人有神经病啊！我叫方小阳，什么李贤？你刚才干嘛突然停车？你看弄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收拾啊？好好好，小杨，我就叫你小杨。樱桃烂了，再买就好了。再买？你说的轻巧，你懂什么呀？要是延迟送货了，我的不只是樱桃，还有樱桃园的信誉，还有我的车，弄成这样，我回去怎么跟老板娘交代啊？喂，小心，来，过来。我把我的护照押给你，有什么事情我全权负责。你能负什么责？要是老板娘发火把我跟姥姥赶出樱桃园，你能负什么责啊？李贤，你忘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负责你一辈子的吗？你够了没有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胡扯。